This is Lin Tian from Chinese Taipei.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从小在部落生活，然后我又在这么炎热，然后没有雪、没有冰的国家，到现在会成为一个学校选手。我记得我小时候非常的皮，然后我都会跟我的同学，然后我们会成群结队，然后我们骑脚踏车或是跑步去别的部落，或是我们会去爬树去找鸟窝。国小就加入篮球队，直到国中才正式受篮球的训练。后来因为国二的暑假，我自己的左膝盖受伤，然后回来部落老家南澳做休息，然后就在走上坡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群人在那边做甄选，老师就请我一起过去，然后才知道这是雪橇。一开始我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要躺在上面滑一个板子，后来那位老师就放影片给我们看，就觉得这好酷哦，为什么可以滑这么快，而且是在雪地里面，对，然后就觉得很酷，为什么会有这种运动，我从来没有看过。在台湾的话，老师就是把正式雪橇的冰刀拆掉，然后装上很像直排轮的轮子，只要有坡度的柏油路，我们都可以在上面做滑行。然后还有挪威引进到台湾的红绳多点悬吊，它是训练我的身体的稳定性跟平衡。当我吊在红绳上面的时候，悬空的时候，就是让我感受离心力的那种感觉。去日本参加训练营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下雪，然后我们就把饭店里面的那个盘子，然后装雪，然后想说吃吃看，早餐的时候都会有果酱，我们都会留，然后我们就站在上面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吃。我有想过，我这样子要怎么热身？我这样子要怎么保持温度？我这样子要怎么滑行？我会不会抽筋？我会不会冷死？它只会加速，它不会减速，时速最快可以到150几公里。在滑行的时候，你不会感觉到冷，因为你全身的肾上腺素都冲上来。速度很快，然后你又滑得很好的时候，那种感觉是很像你在玩那种云霄飞车，很快，但是心会痒痒。最危险的地方是在如果你翻车翻得非常激烈的话，你可能会飞到滑到外面，如果撞到肺或是撞到背，可能就会不在这个世上这样子。我刚开始滑的时候，全部州就只有我一个亚洲选手，他们知道我们的国家没有雪，而且我们是靠近在亚热带地区，他们就好奇，然后想要跟我拍照，然后会想要跟我聊天。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有那么大的一个团队，一出去就是有自己的专车，然后有专业的教练，有专业的防护员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就是靠自己。如果可以再一次拿到冬奥资格，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毕竟这是我第三次冬季奥运。很有些人参加一次之后就没有下一次了，如果还可以拼第三次甚至第四次，就是为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，也为台湾写下历史吧。